各位同学，我们这一节课由潘佑谦潘讲师带来演讲，请各位掌声欢迎。大家好，今天会较忝哦，今天会上规日的，因为咱过去很少有机会会当安尼，规工啊拢读这甲你较早读册拢无关系的知识甲这个学问吼，这足侪物件。拢是新的，所以咱咧吸收这个知识的时阵，咱头壳会一直动，所以会忝，爱困，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来，有没有人，这个台语真的都完全听不懂的？有没有？没有啊，因为我的母语就是台语，所以习惯用这个讲比较轮转的哈，比较轮转来。解读哈，解读就是我参与这个台湾民政府读这个国际法律了，发觉讲，咱过去咱拢唔知影国际的国家国之间的关系，因的互动，国家国之间是安那有遮的代志发生，免那去解读出来，怎么去解读它？咱拢唔知，咱拢互看伫一个假虚的。亲像表面有，但是实际无的民主社会，咱感觉还有这民主社会，咱感觉这台湾亲像国家，咱有一个政府，咱有制度，咱有组织，咱感觉亲像伫这个有一个有影、有形体的这个国家内底，但是实际上国际法那个检验落去吼，咱这七十年来拢唔知影咧过啥物款的生活啦，这是一个足严重的代志，我们是被思想奴役的一群人了。我今麦要甲大家做一寡简单的解说啦啊。解读就是要解咱思想的读啊。咱思想内底足侪价值观吼、价值观、甲知识、甲财物等等，这拢是透过这个教育体系甲咱灌落来。虽然足侪物件是咱感觉理所当然的，咱无失去这个反省的这个想法啦。所以咱感觉理所当然，咱就袂去怀疑，你嘛袂感觉讲有好甲唔好，诶，迄个差别啦。咱先来讲吼，台湾民政府是真诶啊假？真诶啊假？恁是朋友招恁来举手，我看卖。好，那看网路来，那有，好。看网路甲朋友来吼。你拄看网络的时阵，你感觉伊是真的吗？朋友叫你来，你拄咧听伊，恁朋友咧甲你讲民政府的时阵，你就感觉迄真的吗？是咪心内摇旗摇旗？啊，有作声，你要起来回无？拢人叫来啊！啊，有作声直销无？一个又一个，哦，人讲这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就是哦。我介绍朋友来吼，你拿偌济钱，我会当抽几趴，介绍十个，我会当抽几趴，到第几代，我会当升做啥物所长，这毋才是直销，到尾啊，上顶头的人钱拢赚了，就走啊，这也是诈骗集团。我拄来的时阵嘛是安尼啦，我嘛想讲怪怪呢，我老爸啊退休，钱介济，拢四界走。走去民政府，敢会阁走去一间诈骗集团，所以我就，伊就甲我讲啊，叫我来，我讲好，后来我要来破解诈骗集团，叫他来了后，去有诈骗集团破解，这张就是这个，咱去过这个美国第一摆去过美国抗美案，伫这个美国的网站，留下的记录，叫。这个是美国法院他留下的一个记录啊，这边有一个暗号，有没有 case numbers？ 对啊，叫解判决叫做 deny 哈、你来 Google 个查下去，就不要就叫驳回，中文字就叫驳回。那很多人就说，民政府告美案控美案驳回啦，民政府是假的啦，这个疑惑就会被。听到的人跟说的人都种在心里，说这是假的。
这个疑惑哦，我也觉得很困惑了。既然被驳回，那民政府还在干嘛？他在运作什么东西？的确，顶赖你用 Google 用字典去找，他真的就是驳回，中文解释是驳回哦。提到去年，这是咱律师，咱去请的律师，当然律师有过过来的啦，这是其中一个代表。好、哦，伊来这个桃园大饭店底下演讲。去年的九月，美国的司法官员嘛来啦，又来演讲，但是呢，足侪人唔知影，这种大代志竟然国内新闻媒体拢未报哦。我参加民政府了，我知影讲，原来咱的媒体是封锁甲非常的严重，和咱的人民的头壳吼，拢未活，啊，拢是食只一挂即个媒体要爱和你看的物件。啊，到伊来的时阵，人即个东心英文较好个，就甲问，伊讲啥物叫做 deny？ What mean is deny？ How to compare deny and reject？ 哦，有什么不一样啦？你怎么去比较啦？哦，有什么不一样了？哎、啊，伊就讲解释啦，讲 deny 哈、哦，不是 reject 的是拒绝啦，就是拒绝啦。哎、啊，讲 deny 是啥意思？用一句英文的这个成语，还是讲俗语啦哈？伊、哦、讲 deny means 哦 ，deny 的意思就 means today is not your day， 今仔日你无到时的意思啦，就是今仔日无趴伫。适合的条件、时机、客观的因素等等，来甲你这个案件做合理的判决，叫做 deny 啦，叫做 deny 啦。啊，有人呢讲，民政府跟美国有什么了不起啊？美国一党内底吼，5000至1万件的跟美国政府的案件，啊，听了你感觉呢？哎、欸，敢那无什么了不起吼？哎、欸，有影呢，美国遐一案件。哎、欸，真不了不起呢！台湾跟美国什么关系？你若无关系，你敢会当过？你若跟美国无关系，你敢会使过？你免哪过？你在咪过英国啊，还是过法国？台北去过美国，就是台湾人，咱本土台湾人的人权的问题，咱唔只有法度，才着美国司法。啊，你敢有关系哦？什么关系？咱是被占领的人民啊，被美国军事占领的人民。因为离出世界大战留下来的台湾问题，到今仔日还未解决啦。咱不是国共内战，国共内战那是因家的代志。咱是二次大战之后，我们参战战败之后残留下来的二战问题啦。今仔日台湾的问题是人权的问题是一家啦。好、哦，啊，这件事情他解释完之后就没问题啦，因为我们根本不晓得。英文这个字，英文的单字一些词语，在美国的语境，吼，伊个讲话迄个环境内底是安怎去做解说？同款，台语你若要翻做英文，嘛做歹翻呢？乌妈妈、乌蛇蛇，免哪翻？妈妈甲蛇蛇免哪翻 ？Break 蛇蛇 ，Break 妈妈，你们唔知影免哪翻？因为这些物件。跨越文化的时候，它的语言是有翻译上的一个障碍的、啊、所以咱对英文的原文的了解本来就是有障碍的，所以诶、欸，望文生义也是讲，咱若讲啊，直接翻译哦啊，驳回，咱就家己去解说啊。其实实际上，人美国人清楚，人读法律的清楚，咱甲咱解说，安尼上较清楚。我一开始嘛想讲，这是迄个第一抗美案的判决书啦哈。后壁有一本那个台湾最终地位那本册内底第三册，第700多页有这一个判决书。这个判决书就是讲，台湾现在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台湾人能活在政治炼狱当中。判决书里面写的啦。那、啊、我们列出那几条，不是说判决书就是第一条是什么，第二条是什么？判决书它是叙述文，好、哦，伊是一个叙述文啊，所以咱是把内底迄个重点给列出来。我一开始呢，我看了一本册，我嘛是爱怀疑啊，讲这是不是假啊？我嘛是爱怀疑，我想讲台湾民政府内底有英文歌手拍字，用这个古典的英文字
啊拍这个物件来搞我骗。我假设安尼啊，啊我得把这些资料吼上网去搜寻，哎、欸，真正找到呢，真正找得到网址，你可以找得到这个判决书的那个原始档案呐、啊。那表示说控美案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而且民政府这个论述他一直在运作，而且一直在精进，哦，一直在精进啊，这些物件的确实真正有这类物件。这是咱讲伫美国设的办公室啦，我是无亲自去啊，但是咱有人亲自去，但是伊回来嘛有翕相，嘛有出来分享讲，哎、欸，去遐翕相，哎、啊，看到啥物货？哦，啊，因为参与民政府的人，咱彼此拢无啥物关系嘛，无啥物利害关系嘛，啊，所以你嘛无必要为了啥物物件甲我骗嘛，对不对？哦，来参加遐较显摆的遐人，伊嘛无必要甲我骗，伊甲我骗有啥物，嘛袂当对我得到啥物利益啊！啊，所以因去看，因直接去参加美国的记者会等等的，这就是啊。这是迄个基金会的这个申请书啦，哈。啊，咱台湾民政府伫台湾的媒体以及美国华盛顿的媒体等等，拢有刊这的新闻。但是呢，我问做一朋友，伊嘛唔知呢，拢唔知影这的消息呢。啊，无就是想去别的团体个，哦，你台湾国个，就想去台别团体，因为咱即卖多数的人吼，除了食一顿啊早顿，啊是中昼顿面单，你有咧看报纸以外，较少人会去买报纸来看嘛，对不对？啊，所以有一寡物件，其实足侪人唔知啊，嘛去美国开记者会，哦，那你看周班长。周班长常常跑来跑去啊，咱去天皇，甲天皇接受，为什么要跟天皇祝寿？有人讲，那你们都是办那个民政府诈骗集团啊，请人自费办那个日本参访团去摇旗呐喊，大家要去思考这种话的背后哈，他的目的只是要让你不相信民政府这件事情而已啦，只是这样子而已啦。大家去思考哦，你组团没事，然后去这个台湾民那个去那个日本天皇那边住宿干嘛？还要穿西装呢？你去玩应该要穿的啪哩啪哩，穿的很轻松嘛。你还要穿西装，然后去拿这种旗去邀旗呐喊，为什么要来这边？就是因为我们跟天皇有关系啊。那我们要在国际的那个视听上面做一个我们身为臣民的表示啊，我身为臣民的表示啊，咱过去咱唔知咱的身份哦，台湾人唔知咱的身份啊，啊咱从洗脑七十年来开始洗脑洗到啥物会，洗这个哎，我是中国人，嘛是台湾人，我的祖先拢为中国来的，你若讲台语的，你就是福建来的，你若讲客话，你是广东来的，哦，对，都是这样子。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一套扭曲的历史观是在七十年前就开始洗脑教育了，七十年前就开始洗脑教育了。我外公去年过世了，他94岁，他讲的历史跟学校教的历史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我外公要有必要骗我吗？没有必要啊。可是为什么学校会这样子？这是统战之下的一个历史扭曲的教育，把我们的身份扭曲掉了，扭曲成中国人了，把我们脑袋置换掉了。那这个旗子不是随便进去的呢？有人说啊，你拿这个旗子啊，那个观光的地点都可以拿旗子啊，不然你叫中国人200人拿中国的旗子去了这边摇旗呐喊，看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啦，哦。来，我们去靖国神社卫灵基。靖国神社卫灵基为什么要去靖国神社？大家又说，哎，弯翘的台湾人吼，他较俗相弯翘的台湾人讲，啊，你得去参观、去佚佗的啦，参访古迹啊，唔是呢？靖国神社是咧追思追悼纪念那些过去二次大战
为了这个国家、这个土地、这个人民，丧失了他的生命的那些人，是为了追思这些人呢，所以有这个靖国神社。那我再问大家，你们家隔壁的神主牌位，你会去拜吗？敢没？没吗？啊，你扫墓敢会扫隔壁的墓？哦，你先咧拜拜了，啊，起来隔壁就算拜拜，拢规规区拢甲拜好了。没嘛，因为没关系嘛。这是靖国神社，是因为内底有39000多名，咱台湾人的先辈伫遐，落七个落名伫遐。咱唔只爱登去给慰灵，慰灵就是讲，咱登来看，我做事实，登来给恁看一下，给你哦，能够爱下子一下，安尼是这个意思啦，这个意思啦。媒体也有报道。哦，这个都是大报的电子媒体。然后这个美国美国司法官员来演讲，达州哦，去达州演讲哦。有人会讲你这是开钱请一个大咖的外国人大咖的来演讲的，唔相信的唔相信啦。哦，个神出来出现在你的面头前，你嘛未相信啦，你当作家己是幻觉。不相信哦，怀疑，怀疑的人永远持怀疑论者，永远都在怀疑、啊。可是他不知道他有一个盲点呢、啊。你知道怀疑论者他什么东西都怀疑啊，可是他有一个东西不能怀疑，你知道吗？刚才他在怀疑的这颗头脑，他不能怀疑啊，因为这个头脑是真实存在的嘛，才能运作，才能怀疑嘛。啊！如果连这颗头脑都不存在了，他在怀疑一个什么东西呀、啊？他连自己都不存在了、啊，哦，好。这个司法官员伊来演讲，伊所讲的论述的跟咱新台湾论同款啊。那么可能请一个外国的人，伊甲新台湾论吼，甲背起来，英文版的甲背起来，啊，提来演讲啦，那是无可能的啦。这是美国记者会。哦，国家记者会，伊个网站所公告的消息，就是咱哦，叫一个令，就是这个秘书长啦，哦，秘书长啊 ，VS USN 这个 ROC 哦，就是对，咱咧各这两个啊，各美国各 ROC 啊的这个新闻，这是咱迄、那个。诉状书的这个封面，哦啊，之前还没送出去的时候无号码啦，现在已经有号码了。这去记者会，哦，美国的记者会，所以咱现在有一个新闻发报中心啊，我们也参考这个背景颜色，在那个咖啡厅的隔壁那边，新闻发报中心。咱去日本也是开一个那个酒会。甲借着媒体，甲日本国讲，咱台湾民政府咧做诶代志。咱先来讲，啥物叫日属？日属属于日本。哦，其实哈，我们过去的教育对，把我们教的哈，对这个中文字哈，变成说思考的方面哈，会非常的狭隘，然后我们会很没有弹性。哦，我们会没有弹性，因为咱科举科上面会呢，科是非题嘛，不是对就是错嘛。啊，科举的科选择题，你可能选一个对了，哦，选一个对。那日属呢？事实上，我们在讲，咱咧讲的就是法律的身份的根源呐。咱先看把这个时间点记起来哈，哦，这个时间点哦，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哈，哦，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安尼，免写落来，你写块有印象就好啦。哦，写块印象就好。1868年、1912年，哎，1912年、1926年，大正15冬。啊，所以1912年嘛是中华民国一年呐，嘛是中华民国一年呐。啊，所以你那是民国15年出生呢，那你就是大正15年。那昭和的有64年，那所以你把它加上去，
哦，79年，你这样子换算大概就知道你是哪一个 年代出生的了啊、哦。来，我们先看条约的形态啊。大清帝国的皇帝跟大哦俄罗斯的皇帝，古早拢皇帝哦，古早的国家拢皇帝哦，规个全世界拢皇帝哦。所以小时候的故事东西，童话故事东西，王子骑着白马，载着公主在大草原上奔跑，拢是这种故事哇。那王子、公主、国王，拢是这样的故事。啊，那歹人就是巫婆、巫师，有无？拢是细汉那种传说故事，就是安尼嘛。后面的故事拢是安尼啊。所以过去拢是国王、皇后的王子、公主的天下。哦，过去是安尼哦。而且咱即卖已经现代化，咱即卖有很多不同的国家形态。所以过去的皇制、皇帝的国家，就是这种。皇帝这国家法人，国家法人啊，最高德啊，所以那个皇帝当代表那个国家的意思啊，哦，你看看有无？那有两兆签约的时阵，拢是两个对等的两兆去签约。当然，皇帝袂走到来跟你签约，伊是授权，哦，下骹手人来签约啊。这是跟咱有关系，咱较早是大清帝国的。那个拓殖地、开垦地，吼、哦，拓殖地啊，大日本帝国甲大清帝国战争了，为着要和平，吼、哦，重修和平，哦，杜绝将来纷纭之端，对，以后卖回哥哥，所以爱签条约啊，所以对这个时间点，你也看伊授权给这个人，给这个人来签约，对这个时间点以后。台湾开始受到日本的统治、治理改变，哦，这个时间点以后，所以1895年，所以这是第什么时代？是迄个明治还是大正？明治啦，哦，明治的时代啊。下官李家条约都是用那一个签约地点命名的啦，哦，下官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下关吼，其实伊叫做古早，伊叫一个马关，伊的一挂简称叫做马关，所以中国这边就叫马关条约，哦，啊，日本这边就叫下关条约，这是他原来的原文的名字啦。日本开始治理台湾，你甲看哦，明治维新的时候，明治维新是从一个旧的君主的。部落形态的国家转换成现代的法治的大日本帝国，所以这国家的形态是无同款的哦，国家的形态无同款哦，所以他都要必须你有没有讲，皇帝跟国籍没有？你甲想啊，咱出国的时阵护照是不是有开护照？护照什么人本的？政府本的嘛？啊，那皇帝。提护照，表示伊顶头阁有啥？阁有政府啊？啊是政府较大，皇帝较大？皇帝较大啦。皇帝君主，都我讲的吼，大日本帝国是法治现代化的君主制的国家、哦。法治是啥意思？就是皇帝呢，伊就诏书讲，咱只个国会制定宪法。基本宪法，基本宪法就是要治理这個国家的宪法，根本大法了哈。宪法是根本大，这个宪法有效，就是皇帝就诏书，予伊三权有效。安尼，皇帝较大，宪法较大，皇帝较大，是皇帝予迄个宪法生效的啊。当然嘛，皇帝较大，所以皇帝头搁起哩就无啊，无人啊。所以古早的皇帝叫做天子，天子啊。因为去你的天啊，所以君权神授啊，那个观念啦、啊，那个君主制的国家就是这样子。啊，落诏书了后，宪法产生了后，宪法内底有国会嘛，哦，宪法做国会，宪法做这一挂基本的这个，比如讲国籍法啊，发这个护照，吼、哦，这人民会当
出国，所以这个一系下来就是有一个从属关系啊，从属关系啊。钓鱼台是什么人的？大地，没有日本大地啦。日本，那天讲的日本天皇的是国家法人，国家法人拥有所有一切的财产、土地、他的领土、资源，连人民都是他的哦。哦，人民爱赚钱，纳税金对不对？啊，皇帝敢爱赚钱，所以皇帝无户头嘛。免讲啊，我逐个月爱欠偌济钱，啊，我要投资，全天下拢伊个，他会得个趁钱。皇帝拥有所有的东西啦。那我问大家，你有没有机车？有吗？是你的吗？那台车子是你的吗？是。那你要不要缴税金？啊，你呢？你为什么要缴税金？这支笔是不是你的？是吗？你要不要为他缴税金？你在买的时候你已经缴了啦，那之后还要再缴吗？不用了，那就是你的啦。啊，你机车要不要缴？每年都要缴啊，对不对？那是你的吗？那你可以把它卖掉吗？可以哦。所以真正的所谓的所有权这个东西啊，我们以为我们拥有啊，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只有天皇帝才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只是暂时拥有了。我有朋友吼，因家豪宅呢，互伊碰伊坐咧吼，足舒服的，纯小牛皮的。我咧伊就招待我去因家坐，我坐咧在那一刹那，我就拥有这一切豪宅。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个豪宅。我们真正拥有的是我们这个个体而已啦，哦，来，钓鱼台是啥物人诶？有人讲日本诶，有人讲中国诶，有人讲台湾诶。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哦，如果是二元论、二元法，哦，还是讲直接啊一加一等于二这种思考哦，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啦。我头拄好讲一个观念嘛，所有物件拢天皇诶，所以咱来安尼看，这件代志爱安尼看，来。中华民国八年的时阵，大概1920年，他哦，郭和顺等31人遭风遇难，漂泊至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列岛。神格谷尖阁列岛就是钓鱼台。伊伫遮呢，因为去予人救起来，哦，予石环村的人。救起来，好，哦，救起来了。你看，这是中华民国八年冬天哦，诶，福建省家的人，伫这个中华民国9年5月20日的时候，诶，他个5月20啊，这520个先跟中华民国带有亲密的关系哈，哦。这个时阵，伊就寄这个感谢状来啊，啊，请问日本帝国八重郡诶尖阁列岛啥物人诶？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啊，对不对？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啊，啊，大日本帝国的，从那个时间到今天，日本跟中国或跟中华民国都好了，有没有因为发生战争，然后再签条约，再把这个割让回去？有没有？没有啊。所以中国不是接到媒体讲啊，台湾是我的啦，澎湖是我的啦，那个钓鱼台是我的啊，还那个拢是废话啦。迄拢是废话，迄人啊，亲像我看到路边水的做姑娘话，就讲，哎，我某啦，我某啦。啊，正常的人拢感觉我笑的啊，有无？迄就是安尼啊。啊，国际嘛，拢感觉中国这个国家头壳歹歹安尼啊。啊，但是呢，咱即卖媒体就搞这套，起来吓台湾人。啊，台湾人哦，皮皮抓皮皮抓，啊，惨啊惨啊，要统一啦，要统一啦。咱就是被吓大的，哦，被唬大的。来，所以天皇的财产，哎，这边下面没有了，没有。好，所有过去历史世界大战，日本咱大日本帝国的势力，拢是绿色的部分。你也看，钓鱼台迄个时阵属于宜兰厅，
宜兰厅属台北州啊，台北州属台湾总督府，台湾总督府属日本天皇啊。所以钓鱼台属于谁的？是要往上这样子追溯上去的，好、哦，往上追溯上去了。你也看哈，明治、大正、昭和、平成这四个时期，都要喝大正跟昭和是都到一二次世界大战，大正跟昭和是台湾整个黄金时期哦。黄金时期哦，咱过去哦，台湾的文明伫大正甲昭和达到最顶峰哦。我请问大家，一个腰杆要死的人，三比八的人，敢会去甲人相拍？袂吗？台湾若作散，敢会去甲人战争？袂吗？这表示咱这个时期，咱食甲作用，作大块的，咱去甲人战争哦。所以是咱有参加二次世界大战哦，咱若无参加二次世界大战，是安怎会拄着空袭？哦，来，祖国的证明文件，咱来看哦。中国、大清、日本、中华民国，这三个都一个文明较悬啊。伫迄个时间，二次世界大战迄个时间。哪一个文明比较先进？日本啊，因为它有现代化嘛。哦，你知道二次大战亚洲人唯一可以造战斗机的是谁？只有日本啊，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啊。来，咱来看这个护照，这护照是大清帝国的啦，大清帝国的护照。你叫下日本国台湾安平这些人。有华人陈无私被来日本国台湾安平，台湾什么人诶？日本天皇诶，属于大日本帝国的，哦，属于大日本帝国的。这护照够大相片，迄时阵够相片，没有吗？是无大，还是无大了啊？哦这个时阵，咱来看哦，无大啊，客户叫的人过去，你才知影什么人啊？所以你个伫遐对哦。咱来看哈、哦，一叫讲主机，叫基本资讯呐，姓名哦，年几岁嘛，然后他事业安闲呐，上面个安闲，上面个事业叫做安闲。闲闲无代志做，即卖叫做自由业啦，哦，叫咩个安闲、安闲安尼吼。住在哪里？邦桥头，啊、哦，身材中，中是啥物货？佮揢一个绷啊伫遐穿，五十以上诶叫做大，哦，五十以下叫做中，三十以下叫做小，唔是啦。迄时拢我唔知迄时阵哪穿啊，但是伊就写即种基本资讯呢。面色白，这白是着生囝的白，啊，还是什么白？肤色较白。你有发觉无？咱本土台湾人吼，你的家庭你只要注意，你的兄弟姐妹有那较侪了哈，有一些人生性乌刁底有无？就较乌，啊，但是白白兄弟姐妹有的就较白。同款兄弟姊妹，有诶较乌，有诶较白哦。有诶白甲吼，比美国人较白呢。啊，有诶头毛顶起来讲，啊，你是外国人哦。咱着套着过去，咱套着荷兰种诶。吼、哦，过去咱平埔族，咱大多数西海岸诶，遮拢平埔族啦。吼、哦，我等下讲着。吼、哦，你即个颜色光明。更名哦，哎，啊，有诶，雾可能白来讲，颜色白雾，我有看过面色紫咧，紫色诶，紫诶，紫是啥物货？中毒啊？啊是讲
可能有人大面的胎记有啊，出事的时阵有胎记嘛。有人讲心脏无好啊，血流循环无好，所以面积血嘞。有人安尼讲啦吼，我嘛唔知道，过去唔知安怎发，给华人哦，陈无事安尼，啊个邓一个音啊，大清的护照哦，来，中华民国的护照，你也看，外交部前往日本国台湾台北州七星郡北投庄75番地，这个有相片，无吧？来，台北厅大加纳堡，吼、哦，大加纳堡，啊，大稻埕，吼、哦，大优街高欢呼，有相片无？啊，啥物人会买名啊？管烂啊，迄就是烂啊！大稻埕伫倒位？伫倒位？对啊，对啊，哎，就是咱啊，即咱台湾人诶，咱诶有文明有够悬呢，所以咱诶护照有济呢，咱诶水准有够，咱诶经济有够，所以有法度，互即个政府来甲你翕一张啊相，啊，你要出国大力顶悬，这是毋是伫缅甸啊？什么身材中，对不对？眼色光明，毋免嘛，对不对？哦，啊，伊要去倒位啊？支那、厦门、福州，所以支那是什么意思？不是啦，就是 China， C H I 叫做支 ，N A 叫做那，所以 China 啊是讲 China， 这个发音永远不会发成中国啦，中国是以后来他家己改的啦，所以支那本来就是这个地方的名词，支那 China 这个名词是。咱讲明朝吼，也是讲明时代大明帝国迄个时阵，毋是迄个马可，毋是哦、喔，应该是叫元朝啊。马可波罗吼，伊毋是倒等于澳洲，讲哦，遐有一个所在啊，这回啊，最厉害啊。所以这回啊的所在的地区拢叫做 China， 所以回啊的英文是啥？对啦，就是 China 啦。所以古早。澳洲在看世界的时阵，澳洲人在看世界，这个智纳就是这回啊最厉害的所在啦，吼、哦，就是这啦。来，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吼，8月15投降，但是呢4月11的时阵，天皇落诏书，这个时阵落诏书够好，够好。有人讲无好，讲啊，你证书也都无好啊。就这个诏书啦，天皇就诏书，让咱会当参与这个国会、帝国议会议员。就诏书了，咱才甲天皇有关系啦。啊，无咱只是天皇，即块只是天皇的这个日本帝国的殖民地尔。但是就诏书了，台湾人民会当加做帝国议会的议员是啥意思？伊就是甲公民的身份同款啊！咱先卖管讲过去迄个时代，日本人是毋是看咱袂起哦？甲咱当作二等公民，迄是文化的层面。但是咱咧讲的是法律的层面，就是讲这张诏书落来，咱就有这个身份啊。但是要实施，要接到什么法实施？爱准台湾住民参政，接到宪法实施啊！啊，这宪法是啥物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啊！帝国议会啊，条件有无？众议院选举法啊，安怎是安怎偌济人安怎比例？就是用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来实施来运作啊。那他拄啊，秘书长无讲，大日本帝国还阁伫咧无？天皇那伫咧，伊落的这个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就伫咧。大日本帝国是因为宪法存在，所以伊就存在。啊，宪法的存在是因为皇帝存在，所以二次世界大战了后，美国捌曾经想要把这个天皇这個制度给废掉，让日本变作像个甲美国同款。
但是迄个时阵有足侪因素袂当废掉，废掉可能美国的即马的嘛会做危险的，废掉的即马可能的日本的变作迄个恐怖分子的产生国家啦，哈、哦，因为迄个时阵咱对天皇是非常的尊敬的，哈、哦。为着天皇牺牲性命，非常的尊敬的，所以迄个神风特工队哦，啉一杯酒，哦，就冲落来。哎、啊、是外国人，美国看了会惊的。伊讲啊，战争战甲即样的，一只飞我一只，你一只飞人机，啊我一只战舰，啊我才飞你。啊，但是迄是过去承接啦吼、哦，大日本帝国之前那些武士道精神。唔叫迄种，但是咱即卖诶人看来，感觉太有价值啦，怎么有价值？但是那个时候的整个国家的氛围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种精神啊。来，咱看证件啦吼，有去办身份证有无？有诶，举手我看麦。好好，啊，恁办毋是有去有办这有无？啊、你办这個才知影你阿公阿嬤是不是？你办这個才知道哦，原来我过去，我有这个关系哦。对一个国家遐尼功夫，哦，咱讲好啊，台湾四百年啦，对一个国家遐尼功夫啊，甲你逐间逐户甲你做记录。日本嘛，就干那日本尔，大清朝甲你做这個，无啊，所以什么叫殖民？殖民就是管管的，管袂赴啊，袂使管啊，无法度管啊，啊，就放掉伊啊。战争的时阵会当管予人，啊，你叫做殖民啊。啊，若用心经营的，要甲上好的拢起伫遮，上水的起伫遮，建设伫遮，甲遮的卫生条件改善，予遮的人会当健康、劳动，会当生产真侪产物。这敢是殖民？这就是经营，就是帝国啊。这就是帝国啊！所以我请问大家，七十年了后，禁母语啦哈，禁母语、禁台语安尼。少年人敢会晓讲？即卖少年人敢会晓讲台语、讲客语？敢会晓？拢无伊啊嘛。五十年，日本嘛是禁哦，但是伊个禁和中华民国禁无共款。五十年了后，咱个士大人敢会晓讲台语、讲客语？敢会晓？会晓吧？哎嘛，啊，什么人咧殖民？把你原来物件全部拢撤销掉，啊，灌我新的，啊，你的囝儿是谁拢未晓你原来物件？迄种叫做殖民啦，迄种开始殖民啦。咱来看这吼、個，你看这顶管叫一个蚕有无？什么是蚕？白卡啦，蚕族啦。大清迄个时阵，佮有白卡的习俗啦，哦。阿嬤你有拔到无？无啦吼。啊，你阿嬤有吗？有啊，嘿啊。啊，拔了是毋是较歹行路？嘿啊，嘿，足长啦吼。啊，伊讲我都走。嘿，那火烧厝的时阵，伊讲走会去。这种习俗是因为大清帝国两百多年的治理。哦啊，产生一种风俗。来，叫种豆天，什么会？天花，健康的疫苗啦，哦、跟健康，以前咱台湾有足济，迄种咱讲热带亚热带的一种疾病呐、啊。哦，啊，日本对北边来，蚊啊叮着，哇，疟蚊飘移，啊，咱这在地抵抗力足好诶。该死的拢死掉啊啦，啊留落来拢作用诶，所以咱未死啊。啊，所以你看哦，百几年前诶，外国诶宣教师来有无？拢来足侪人，啊拢死去啊，蚊啊叮叮就死去啊。留落来是啥物货？医生，我马街南部马家国医生，是安怎？因为炸潘尼西林啊，抗生素啊，所以他们撑得下来啊。啊、所以过去呢，外国人来，无外久，带久了，蚊啊叮叮就死啊。啊，咱在地就拢作用，
咱的生命力非常坚强，所以你看七十年了，咱搁伫遮咧上课，你看，来，你看叫千哦，种族千，就是大千国，大千国来啦，叫汉呢、啊，汉人，大千国不一定是汉人哦，大千国是满人哦，哦，满人哦，什么人开关迎亲兵呢？哎、欸、啊！既然是迎亲兵，表示他本来不是在里面的人嘛，他把他迎进来，从外疆迎进来嘛，对东北干压力吧。所以大清帝国是满人的国家、喔，但是呢，中国人足奇怪，啥物人啊怕败啦，甲通敌了，伊拢当作伊是伊的祖先啊。哦、喔，蒙古啊嘛讲伊的祖先，伊根本拢外族的啊，伊讲迄是中国。根本的拢无关系啦，所以呢，咱讲的发力的台湾人呢，是1945年的9月2号之前的原来日本国籍的台湾人以及他的后代，咱。所以咱签身份证，签迄个户籍根本唔只签个第一张。你呢，阿公阿妈是大人，还是做工作吗？伫迄个时代有老户籍，你签会到。咱在咧讲你的发力的身份。台湾人啦、啊，那你讲了法律的台湾人是咧做这个定义啊，定义法律上的定义啊。啊，无你若讲我台湾人，马英九嘛讲伊为台湾人呢，是不是？但是伊啥物人？伊出世伫香港，所以伊是英国人。因为迄个时阵香港还未回归，所以伊是大英帝国统治的殖民地香港。但是伊的心。是中国，但是伊即卖呢，佮摕日本，诶，佮摕美国的绿卡，啊，伊即卖呢，佮做日本帝国台湾领土顶管地理当局的局长，啊，伊到底啥物人？咱也无解分开看吼，咱拢用感情看啦，对不对？那讲啊，中国人啊，爱外来啦，啊，还无迄台湾人，啊，无迄香港人，咱就是拢安尼。那个分开来看，那要慢慢来分析出他的身份，比较容易定位他啦。好、哦，咱来看祖国的建设哦。我头多少讲哦，大正跟昭和时期是我们台湾的黄金时期哦。那呢，老一辈他们有经历过那个黄金时期哦。他都要把卡念第二禅呢，啊，这个解禅，把它解开啊。解放啊！你有北的啊，唔通去北啊！已经变形了，叫那个桥登来。这个就是早期日本把比较欧美、比较新的那种平权的概念引进来，让妇女也可以解放，不要绑在家里，她也可以投入社会哦，投入社会，从事生产，啊，那经济唔只会好。这个就是他还办了一个这个。纪念，哦，有一个，甚至类似团体啊，那个地啊。你来看下，北投泉，不是北投温泉，新北投驿，这车站呢？这车站是什么色的？欧洲色的呢？欧洲的，欧洲的那种建筑物呢？哦，这种叫做老虎窗啊，这种叫做老虎窗，欧式的，这个就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但是这个应该是拆掉了啦，可能拆掉了啦。中国哈，中华民国啦，只讲中国啦，这个思想是很奇怪的。前朝的东西只要不符合他的政治利益的，全部拆除，全部拆除哦。啊，咱注意个看，日本的建设还能留到现在的，大概都比较西化的。西洋的，你看李焕英，欧式的建筑啦，但是那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哦。这神社差不多拢拆掉啊。啊，这支吼，这支叫做鸟居，啊，这支拍落拍七十档啊。最近林佳龙要甲伊扶起来，这把神社，来，过去咱有博览会，你敢知？咱阿公阿嬷时代有参加博览会呢，
咱这家己孙的拢输伊舔舔的，人有参加波浪台湾班的。你也看这种海报设计，这种建筑物拿到现代都还是非常现代现代化，很新很新的、哦。你也看这种海报设计，叫叫史政四十年，史政四十年。哦，有新嘛？新竹车头，欧式的嘛，对不对？现在台湾刮起了一阵旋风，就是老街，然后日式建筑的重建改建，变成餐厅，变成游乐区，或者是什么文化园区，有无？你看台南足多啊，有台南来的无？敢有？无？高雄有，高雄应该嘛有啦，有一些老社区啊，但是是日本建筑的，然后把它改建重修。为什么？那个都是日本时期留下来的东西啊，弄起日本时期留下来的东西啊，大部分都是欧式的，大部分哦，你看这种弄欧式的，哦，巴洛克式的这种拱形的原建筑元素啊，这没去吧？你这去新店去得了啦。哎，你坐火车去新竹倒当去吧。过去咱敢有印钱呢？过去咱的阿公阿嬷阿祖的时代有升过乐透呢？安尼文明有先进啊？有乐透呢？咱想讲哦，咱即摆做先进，咱有升乐透，咱耳鼻国的，唔是呢？咱阿公阿嬷的时代，你想讲，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我的阿祖。禅正经的，等等，伊甲阮祖妈讲，老的啊，我要出来买一张啊彩票，看这期会中较多，通好加彩无？那个时期就是这样子呢。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彩票局发行的，那你辉煌的过去。但是这七十年来，这些东西都堕落了，文明都堕落了。我们来恢复一下祖国的情感记忆啊！那个只是一个祖国的建设，一个祖国的设施，一些政策。我们恢复一下祖国情感的记忆。1988年，有一出电影叫《龙猫》，有没有看过的？看过举手看看。好。有看过了，你就会慢慢把这个东西找回来。因为我们最近很爱看这出的，他至少已经看超过50遍了，而且它融入剧情了哦。这只就是龙猫了，这个人穿什么衣服啊？你们有穿过和服吗？有穿过的举手啊。好，放下。什么时候穿的？小时候穿的，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这个是我小时候了，我小时候就这样穿的，有像吗？有吗？不要应付我呢，不要是因为我站在上面说有像呢。哎，这个我差不多两岁时阵穿的啊，这是高雄那个大鼻鹅啊，较早叫大鼻鹅，即卖叫丁青鹅，哦，迄路边遐呢，遐穿的。我想来想这個。因为我阿公阿嬷就受日本教育呀，日本文化的熏陶啊，讲日本话啊，读日本册啊，啊，自然而然他就会希望他的下一代，也受这种文化的涵养嘛。这是龙猫的卡通影片呢，这是真实的。为什么有一样的东西？为什么？都奇怪哈，来。有看过这卡无？有哈、哦？端午节才刚过嘛、哦，南部的粽子都是用这种东西，最煞的，对不对？好、哦，我是大汉起来看北部，我才讲原来粽有用吹，我细汉的歌用拢是用水来煞，啊，怎么原来北部有用吹呢？来，这古早的灶，对不对？就是这种物件。有看过这无？有记过无？
举起我看看哦。哎，大家都有遇过哦，你也有、哦，你有那么年纪大吗？哦，你有烧柴哦。烧柴煮饭。哦，这个、啊、现代苗栗的客家大院，来，我看过这卡尔，上面会。什么会？哦，菜刀啊，对了，就是这样。菜刀啊，上面插着的。上好的是什么会？熊猫鸡哦。我看那个龙猫吼，学到一只叫做鸡。熊猫鸡是我细汉的听，哇，大人讲啊，熊猫鸡，我都唔知熊猫鸡啥个坏木，我嘛唔知那是什么会啊。这个龙猫来对讲史诺基啊，伊是樟木，安尼我终于知啊，基拢是树啊，还是树基的意思啦，就是基啦，啊史诺基、希诺基，所以苏朱基是啥物事？铃木。哎、欸，我讲真的呢，你只讲我讲奥多拜哦，嘿，希诺基、史诺基、苏朱基，啊，我就知哎、欸，开始我嘛开始咧学，家己学日文安尼啦，哈。这卡是啥？衣橱，你去讲啥？我来讲烫书哈，没错，衣橱叫做烫书，但是这个哈、哦，这个是烫书，那旁边这种的，这种开门的，这个也是烫书哦。好、哦，以前的烫书，这个铁环是不是做的很精致？有没有？有刻花纹啊？那个手工艺啊，啊，现在都是塑胶的，有没有？啊，摔破就丢掉了嘛。哎、欸，这个很难，很难坏。你不能做物件作用啊，作歹，很难坏啦。哎、欸，有挂过网头无？挂过牙签我看嘛。你嘛有挂过？你那么年轻，你有挂戴过？有。我的孩子就有睡这个。有哈，我细汉的眠床拢这拢柴啦。啊，暗时啊，就挂网打。我较早拢唔知影是安怎爱挂网打。我计是一种仪式，你知无？要困进前爱做一挂仪式，该再困。我唔知影网打的作用啦。欸、我都唔知影网打的作用嘛。啊，就爱挂一挂仪式，就爱挂呢。吼、哦，啊，拢困这种的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拢因为是柴嘛，所以你的粗胚、架胚、枕头安尼。但是那较好的就是榻榻米，所以较早吼，咱应该有一种榻榻米专卖店，对不对？专门咧做榻榻米的啊。较早咱台湾有呢，有看过这无？倒退路啊，哦，我哎、欸，这是卡通，这卡通啊，这米真的这卡通，这嘛卡通，这卡通啊，这卡通，啊，这真的啊，哦，有嘛哈、哦？我相信有一些人有嘛，有种田的经验。有看过这种车吗？这台车啊，有吗？这种是类似组装车哦，哦，组装车哦。啊，咱做厉害哈，咱可以什么会搬出的，咱一台的载料啊。哦，啊，即卖哦，三栋搬的吼，可能五车都载不了的。哦，来，就是即卖现代的哈、哦。有看到这个人无？有看过的举手啊。你就没看过了，对不对？表示你还很年轻，有看过的都是超过30岁以上的。好、哦，这个人起什么作用？有人讲车上服务，我想讲有什么服务？是马杀鸡服务啊？是啥物？无啦，就是拍票的啦。这人重要的重点是拍票啦，哦，拍票啦，因为小站无站，拢站拢这个牌啊尔。车站的牌子而已，所以他要知道說你要坐在哪裡，根据這個店跟店之間看多少錢給你打票。所以這個車長，你要想喔，那個時代一台車有兩個公職人員，對不對？有兩個工作缺額咧。啊，現在呢，這個已經被取代了，有沒有？有啊，機器啊，有沒有 B？ 就是那個 B 啊，那台啦，這個變那台這樣啊。欸、就是這樣，有看到這台車嗎？什麼車？
唔能讲孔明车，你爱甲迄中国嘅物件甲整落掉，因为无人看过孔明骑即个车嘛。啊，孔明嘅时代嘛，无即个车嘛，对不对？吼、哦。人讲孔明，即中国思想的啦，三国的啦，哦，孙悟空迄种物件甲剪掉，因为你看七十档以来，刚好新的创作无嘛，开 end 的三国嘛，所有的电玩游戏都是三国做起家的嘛，对不对？哦，啊，较剩的孙悟空嘛，较传奇故事嘛是孙悟空嘛，啊，就是一直 end 一直 end 新的啊，新的人类 end 啊，开 end 安尼尔。这台车吼，你来看。较早有电火呢，有电火哦、喔，这是发电机伫后边，啊，伊就是伊个摩擦旋转发电，然后它就有灯，哦、喔。较早你骑车是不是安尼学的？对不对？你会笑，就是你是这样学的，对不对？不是吗？不然你怎么学的？哦，比较高的地方上去哦、喔。我以前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上不去啊。啊！你咧卡单扔过啊，打嘞，啊个平衡，因为较早没得辅助轮啦，没得四代车啦，拢是大人的车。啊，囡仔人要学车，就是拢靠这个方法来打啦。哦，哎，那个伤细汉，这伤重个，骑到一半拢偏过安尼。啊、哦，这个就是古早车来。啊，你换回大家的小时候的记忆了。为什么大家有共同的记忆，竟然会跟1988年《龙猫》里面的影片所有的影像竟然能够不谋而合？咱根本就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啦，咱有同一个国家的文化，同一个国家的情感甲记忆啦。我们是同一个国家啦。我唔管日本人有要承认这点代志无啊，但是咱过去咱就是同一个国家，咱过去咱的老一辈的时，迄代就是。平平拢为这共一个大日本帝国战争牺牲性命的啦，咱就是共一个国家的啦。当然有人讲啊，你即卖参加民政府，你是要等于日本来哟？你要做日本人来哟？咱伫法律上，咱确实是大日本帝国的法律的日本人，但是咱即卖嘛无可能甲日本变做共一个国家，嘛无可能啊，哦。未来啦，哥哥，咱会变作亲像英国女皇、英国、加拿大、澳洲，安尼会关系啦，有可能啦。啊，是讲英国女皇、苏格兰、北爱尔兰，哦，啊，加这个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斯，大概这种有一个共主的关系啊。来，美战的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加叫下，哦，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加主要占领国了，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是几个国？一个国，但是当时美利坚合众国呢 ？United States 就是复数啊 ，State， 你可以说它是州啊，但它也是一个国。因为州有州政府啊，州有州的军队啊，所以你说它是一个国啊 ，country 是不是国？也是国啊 ，nation 呢，也是国 啊，怎么分？啊，联合国 UN，United Nations 也是国吗？所以其实我们对一个国的概念哈，就停留在中文的思维。你要进入到英文世界的时候，它有很多不同层次的定义，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有很多不同的专有名词。美战的单位，咱头都有讲吼，那红色的车牌 USMG， 四 B 叫下，对吧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的简写的 USMG 啊，底下。我们根据都是根据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哦，啊，旧金山和平条约也是跟战争法有关系啊，因为战争之后所签订的条约必须要依据一些战争法的基本原则来制定啊。北战的相关文件，叫一个写，这是我找到一份资料啊，这做趣味的啦，伊讲，伊这有分五个部分啦，哎，这就是讲，这个。未合并的领土是在美国的军事政府之下了。
under 在美国军事政府的控制之下。啊，台湾在法律上哈，那不属于未合并领土。那若是未合并领土的话呢，美国会当发这个美国护照给咱。哦，关岛一块的就是海外未合并领土啊。啊，咱去遐过的时阵，咱叫美国甲咱承认讲啊，你我是你的未合并领土啊，美国讲唔是啊。咱是啥物货？咱是占领地啊，因为二次大战之后的军事占领地啊，军事占领地当然也是在 USMG 之下，军事占领地啊。阿辉伯阿伯讲啊，台湾人是人家的占领之地啊。啊，主权未登记，唔是主权未登记，主权他现在暂时握着，他握着主权的归属还是属于天皇。占领的意思就是我先给你占掉，暂时握着。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之下，台湾绝对安全。第七舰队干嘛保护台湾？啊，干嘛保护台湾？有人说，我敢说，我们现在还是美国占领军事占领中。他说我不相信，因为我没有看到飞机，我没有看到美军。台湾人都不相信了。不相信这些事情了，但是我想吼，用一些逻辑的推理，你应该会知道一件事情了。美国第七舰队为什么要保护台湾？他为什么不去保护香港？跟我们有关系啊，他是跟我们有关系，美国跟我们有关系。哦，他为什么不保护帛琉？还是美国第七舰队去保护那个太平洋小岛？跟我们有关系。来，中国知道美军占领哦。中国在1958年的时候，他有一些领海声明了，他说台湾澎湖现在能在美国武力侵占了，一起攻侵占了。中国人的话吼，你若听到的时阵，你先甲靠一半起来。好，中国人讲的话，你先甲靠一半起来会较准。中国人伊就家己知影，伊拢知影台湾甲澎湖是美国。军事占领，武力就是军事武力嘛，吼、哦，军事武力占领。啊，台湾人家己唔相信呢，全世界拢知的代志，结果台湾人家己唔相信了。所以台湾人是不是有得到一种病叫做天真？哦，想过天真。美战的现象，咱来看军机。现在要进入那个解读的过程了哈，你们看新闻的时候要注意这些讯息啦，这些符号、这些图片、一些象征物，你要去把那个东西抓到，你就能解读这个新闻的讯息是什么了。美军下来台湾救灾、发放物资，而、啊、军机可以下来到他国领土哦，可以吗？那美国为什么可以来这边？如果我们不是他的占领地，为什么他可以来这边？直升机也下来了，哦，海龙，这是海龙降落台南空军基地。台南最近不是 F-18 也下来了，新闻就开始吵了。那来看这个新闻啊，这新闻你就一学美港，你就可以帮你解开了。我想问您。您看了这个新闻，您感觉安怎？您看了什么会？看了什么会？国旗哦，有这个啊，对不对？啊，还有看了什么会？你看文字，有时候是把标题杀人，那个标题只是为了吸引你，可是标题跟内容根本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新闻，刚才人跟你讲一件代志啦。美国军机会当随时要落来，就是落来；随时要落来，就是落来哦。伊无咧管理中华民国啥物政府、啥物外国的拢无，伊要落来就是落来。你甲看，这标题就足奇怪的，就是要影响视听的啊。美军机抵台，啊加美籍妇人赴日就医，叫出现了美。台日三个地点，好、哦，出现了没有？三个地点，来，美军基地台救病患，这个病患是一个有心的人，哦，伊早产嘛，紧急赴日就医，啊，
台湾的火山科是拢关起来啊，啊，病人拢得了啊，所以需要赶紧赶紧开战斗机来，啊，把你载去日本，因为日本的火山科较好。台湾的医生看无美国的囡仔要哪生出来，现在有这种新闻啊，这足奇怪的新闻啊。啊好啦，就算你紧急对不对？早产紧急。啊！你对台湾坐到日本，你嘛要两点半天，敢不是？啊！你足紧急，你着台大医院着上近的啊！你袂感觉足奇怪？所以你媒体你也看迄标题足奇怪，你也注意甲读内底内文。吼、哦！啊！这种新闻吼，那、哦、是军事的物件落来，落来台湾的时阵，你着爱注意这种新闻。你也看，拢会出现这种军机，啊，出现一个机啊，表示啥物货？这一个是中华民国的管辖地啦，伊即马咧管辖台湾啦。啊，咱今仔日要告美国，就是讲要把这个赶走，因为这无合法的，要甲赶走。所以告美国去甲军事建户讨建款的原因是伫遮，吼、哦，因为是军事建户，予伊有这个款啦。啊，军事建户李主席个代前的时，就是麦克阿瑟啦，伊是太平洋，伊是太平洋的这个最高总指挥官啦。以麦克阿瑟的命令，一号命令，让蒋介石拥有这个可以管辖这个地方啦、啊。啊，当然还有更细节的东西，嘿，后来的时间慢慢来去读去研究了哈。有无？你看 F18落来，啊，足奇怪，拢是 AIT 咧讲话 ，AIT 是民间组织呢，唔是政府组织嘛，唔是大使馆呢。但是台湾那甲美国有关系，拢是 AIT 咧发言，谢谢台湾的协助。你也看有无？佫出现啊有无？战斗机，这个机啊，这个是同样的元素符号哦，同样的象征物哦。所以你若看到这款的新闻，你就要注意啊。你要懂得如何解读它，而不是让它虚晃就过了。你也看，美军机抵台非首次，所以他都要看了好几次了嘛，哈，对不对？刚刚看了好几次。抵台非首次哦，而且刚刚是台南机场，这个也是台南机场哦，有没有？这边有台南空军基地啊，这个也是台南空军基地啊。好、哦，我们看影片九，看一下影片九。内部哦，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哦，其实美军哈，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哈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嗯、的弹头的，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头，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对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嗯，哦，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哎，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对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还放了一年多、哦，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3月哦，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哎，少了四个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yeah. 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3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看到。然后空军作战中心在干嘛？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哦，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哦，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啊、哦，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哈，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
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嗯，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嗯，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载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嗯，他才发现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嗯，这种新闻哈，一般台湾人在看就是闲话家常，啊的帮你鬼啊，我们从来不会去探究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哦，那每去了解来对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我想问大家，一共放了一年多，没有人知道，啊，他为什么知道？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知道啊？啊，这个东西，啊，兵哥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哎，啊，也没有上报国防部，你敢不敢讲我可怜？没有上报国防部，有可怜啦，啊，不知道什么东西，靠不可怜了，啊，美国会糊里糊涂把核弹头给他上来家，哦，一旦人家上来北京。想说给他点下去啊，对不对？现在核弹头随便可以运来这边，啊，这个新闻里面你又看了两个地方，清泉岗跟台南机场，这表示美国军事政府要再控制这两个机场了。清泉岗机场是早期美军还没，我们说的所谓的美军撤退了，啊，其实原本就没撤退，他早期哦，请这个中华民国和这个清泉，请这个清泉岗的基地啊给付予租金起的，换一句话来讲，嘛是美国家己起的啦。清泉岗机场，啊，台南机场嘛是啊，台南机场伊拢会当落来，爱当开一个外资的车，啊，起码唔免开外资的车，伊飞机就直接给你下来了啊，太得个开外资的车。啊，所以咱起码你看这种新闻，我们就要知道怎么去抓那个重点，不然我们永远都只是雾里看的话，我们都是在人家。新闻媒体界，人家都知道很清楚的事情，但是透过媒体播放给大家看的，都是过滤过的，或者是扭曲过的讯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相啊！我们永远都活在那个被媒体掩盖的世界里面了。所以今天解读就帮大家去解这个东西啊。这我们的七十年是这个这样算的啊，七十年的毒化教育。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是我们日本向盟军投降，只是中华民国的军队作为代表受降的，这样子而已。不是我们打败他哦，我们是打我们败给他哦，是我们败给盟军哦，不是败给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打带跑，他哪有赢？他是跑到最后，哇，两颗原子弹之后，他哎赢了。伊都好运气好，吼，跋着大肚的安尼啦，是安尼尔啦。中华民国一直在刻意消灭我们的历史记忆。最近那个什么课纲微调哦，那根本就不是微调，那叫粗调，乱调了啦。刻意消灭我们的历史记忆。来，台湾省政府这边有写，你看，他说我们的称字吼，用查本省。台秤多数系日据时期制造，秤盖上刻注有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字。本省现在正积极消灭日据时期的遗迹，他一直来的积极的消灭日据时期的遗迹啊！啊，所以一刻意要把这些东西涂掉啊，那换上自己的。你看，卢桥梁上之昭和某年建造，均已改为中华民国某年建造。迄个迄种狗仔无，迄片着迄个条啊，哎，顶一只狗仔有放尿，我要甲带过去，迄种艺术感款，脚下脚夹起来，啊，就要甲放落，要做记号啊。所以你看啊，《西游记》，孙悟空不是翻那个跟斗十万八千里，看到的天柱写了什么字？到此一游，好吧？啊，就是这种行为就是这样啊，到此一游啊，就把中华民国到此一游哦，昭和时期涂掉中华民国到此一游，中国人的思想就是这样啊。民国前十三年看到鬼啊，民国前十三年，请问民国在哪里啊？啊，民国在哪里？
民国前十三年呢，一探不下大清，所以这种东西，这种思想是很奇怪的，很不尊重历史的啦，哦，当然，咱讲做野蛮的这种思想啊，中华民国十三年，不十二年，啊，那甲伊中国有关的，伊就摕出来甲写了，你来看，前清秀才，有无？这甲中国有关系，一甲伊个性可以拉得上关系的，伊就甲写了。哎，他唔写，因为哦，我都他都要讲了嘛，大政嘛，中国一年就是大政一年嘛。大政十二年，他们下来，加马西十七年，十七年是昭和二年了。那个看，真正的传统，真正的所谓的一个系统的国家皇室，就是有日本两千多年。他往上追溯，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平成的上面不会有平成前，昭和的上面不会有昭和前，他们是追认上去，是有一系列的脉络可以追寻的啦。所以照中华民国的民国前的理论来看，民国前两百五十年不叫做清，民国前四千年叫做夏，有人在说的，民国前四千年夏，他这把民国动作西元，可以来用纪元年代，纪年代的那个纪那个的方式，用民国来做，啊，这蛮什么两个行为啊？啊，这会产生一种笑话，人家纪元年、西元年是用耶稣出生那一年嘛。然后之前就是西元前，之后就是西元后，啊，那如果民国前啊，前面都怎么算呢？地球是不是民国前四十六亿年出生的？就这种思维是很奇怪的。你们第一测乱了，那假七十当了，那你们第一测乱你，那个第二跟我们第二到这会啊，变这几个新呢，讲这开始第二，那你看影片一。你捌准备过公事吧？公事嘛，你捌备公事吗？捌啦，我曾经啊。啊，你公事，你检查什么？赶紧订早档啊！啊，日本啊，日本赶紧订早档。哎呀，在日本订的，阮都拢在美容房学的，都唔知。就你几岁？啊，咧就两岁。哦。啊，唔知是啥人甲你讲的？你讲你知？哎，真的咧。心中的跳那进，走美红公河啊！我知影，迄阵囡仔拢蛮知。阿尚，你阵在台南？台南，台南，台南，台南。哦。所以你的印象中是日本人安定下当的啊？对啊。在咱美红公河的。啊。迄阵日本啊，咱那个日本啊管的。对啊。迄阵啊，日本啊管，啊，就是中国来的。中国来吗？中国变过来的啊！你炸了后来了，中国过来啊！中国过来，迄阵日本啊变转的，我搁知影呢，我迄阵四岁啊。日本变转的，民国三十三年那时。所以你对日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那是一九四五啦。四五战败嘛，哦，好来，阿伯讲对唔对？他说法对，唔对伫倒位？这个是一种认知错乱的现象啊！哦，阿伯讲伊迄阵日本要造四回嘛，啊，咱即马经过七十冬啊，伊即马七十四回嘛，对唔对？七十四回哦，顶礼拜的今仔日拜六中昼，你食啥个？你中午吃什么？忘记了吗？哎呀，七十四年前你还记得？当然可能会记得啦，因为轰炸事件是一个环境很强大的一种刺激啊。但是你不会记得谁对谁啦，
啊，现在伊知影你有轰炸机个代志，伊家己嘛讲，迄个时阵咱日本啊管的，啊，讲日本轰炸台湾，没说那过年你放炮，去等因到房间放的，迄是足奇怪的代志呢。咱的林地已经七十栋了，扭曲啊，转架拢唔知影变安怎样，啊，都变做这种。对的跟错的接在一起，然后变成一套新的，然后矛盾了还自己不自觉哦。所以七十，那么一共七一，你本来要造四回嘛，好、哦、四回，表示伊时阵那边读小学啊，啊那边读小学就叫伊爱六回，所以七十六回以下思想错乱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被洗脑被。把那个错误的历史嫁接在我们身上，所以咱的头壳拢想的物件拢是假的，拢虚的。讲何乐为人，啊，就是福建人咯、喔。结果我拄着真正一个福建来的，伊讲福州话啊，伊阁无同的。拄着厦门来的，讲你讲厦门音，讲的话，哎嘛无同的。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但是现在的政治人物都在跟你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媒体也都一直这样在跟你讲，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中华民国跟台湾跳开啊。但是媒体现在这两个名词都一直在拦，一直在敲啊，都敲我同样啊。我们看那个影片三。我们看影片三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马政府实施外交休兵后，台美关系真的逐渐回温了吗？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台湾国庆的前夕，他出现台湾的时候，通令驻外单位转换成中华民国这个词，正式的你看新闻你就知道了，甚至不得参加双十国庆的庆祝活动。面对美方大动作，有立委要求外交部必须向美方提出抗议。马政府外交休兵的政策开始发酵，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国以国务卿莱斯的名义通电所有驻外单位，不得出席台湾的双十国庆活动。他这个是例行性的啊，每一年八月底九月初，这个是他每一年都会做这个动作。以外交部的立场来讲，我们要这个吁请美方啊重新审视啊，而且重新改变这种方式，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真的是例行通则吗？美方不但全面禁止参加台湾的国庆活动，还要求官员不得进入台湾的官方机构，更不准直接与台湾官员进行通讯。美国国务院更强调，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凡是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字眼一律不准出现，对外统一口径只能使用台湾。消息传来，立委个个有话要说。你自己都总统都自己退缩为一个地区的首长了，那人家国家别的国家为什么要尊重你为国家？好，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美国政府这一点其实做得太超过了，而且呢，我觉得说有一点刻意有点挑衅，而且刻意有点在这个冷却了我们现在双方急速升温的这样一个两国的关系。如果这个属实，我们当然要抗议啊，对不对？我们的国家就叫中华民国，为什么不可以称中华民国？立委们的反应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马政府之前，台湾官员可以到华府下宫，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杨淑丽更大方出现在台湾的总统府和外交部，美方态度的转变也给台美关系添加了不少变数。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北综合报道。阿南丁有把它解出来了吗？刚刚只要讲到台湾的部分，你把它换中华民国换进去就对了，因为美方完全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所以他不参加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活动，不是台湾的双十国庆啊。咱台湾是日本帝国的台湾，那要参加因的双十国庆，你莫名其妙呢？所以这种媒体的这两个台湾、中华民国一直在互换呢、啊。啊，所以美国的眼中没有中华民国这个国家，中华民国它只是一个流亡政府啊，流亡政权在台北。所以我们叫 Chinese Taipei 这个名词，所以出去看 Chinese Taipei， 一出去拢敢讲啊，我被国际打压无多，所以我袂当讲中华民国。其实实际上伊的名就是 Chinese Taipei 啊。咱咧看
中华民国等于台湾，都要民进党的党出来讲啊，有无？你自己都退去做一个首长啊，因为民进党已经把中华民国这个新主牌啊破掉的啊，也要把这个物件合理化，让伊就地合法化，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化，流亡政府就地合法在台湾啊。虽然他的名字叫台湾，但是我现在承认他统治我，所以我要把它合法化。但这个也是违法了，不可以这样子了。因为如果流亡政权可以就地合法，国际法如果允许流亡政权就地合法的话，那我们现在派一群人，你是台湾流亡政权，你去纽约，你改就地合法。我派去伦敦给他就地合法。我派去北京给他就地合法，从此中国的名字改成台湾。高伟山呢？如果流亡政权可以就地合法的话，所以流亡政权不能就地合法是错一般哦，要有的概念。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这个概念也要有。啊，因为我们太爱台湾了，咱的心的听台湾嘛，咱出世伫台湾，活伫台湾，咱听这土地，人之常情是正常的啊。啊，不是，你出世伫台湾，食台湾的，会比啉台湾的水啊，不是就是讲，我要来移民去英国好啊，我要来移民去美国，逐工在遐想，结果已经人已经移民过啊，啊，佫照想台湾的卤肉面、蚵仔煎，逐工已经人已经出去啊，啊，心佫伫遮，啊，人伫遮，心拢伫外国，所以这十年来吼，无起痟的吼，算作健康的啊，啊，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就一直在跟我們洗腦啊，跟我們的感情跟這實際上理性上根本就不是的東西綁在一起啊。所以今天無論要翻什麼回啦，我們說的政治煉獄，過去是不是太陽花反對那個服貿，對不對、哦、反服貿那些啊，我們看一下那個文件，我們看一下 ECFA 的文件，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就是 ECFA。ECFA 里面，大家从头到尾看过，敢有？咱敢会使去签 ECFA？ 你感觉你支持去签的举手？无。啊，你感觉咱来反对的举手？好，下落来。啊，咱反对什么话？反对台湾跟因签，是不是？敢是？我请问，这个什么人跟什么人签的？中华民国跟中国签的，都有无？国民党跟谁签的？跟共产党？我们都以为是这样哈，都不对。来，我们先输入一下台湾，这个是网站上的原始文件哦。你回去也可以照着做，哦，你去 ECFA 那个网站去把它下载，按照着做就好了。台湾搜寻找不到啊，整个文件里面没有台湾两个字呢。我们刚刚说国民党跟共产党签的，或者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的，迄个时阵不是讲要改立法院要算三读通过，结果这个代志都无啊。啊，有人讲哎，炸了签破，那黑箱。来 ，OK， 我们拉到最下面看。它是两个协会去签的啦，我都有给大家看条约的形式，有没有？一个是两造对方授权被签嘛，啊，两造对方就两造对方的、就是，其实是协会啊，两边的协会签的、啊。我们看那个服贸是不是啊？货贸服贸另外一个文件，那学生的反对的是这种物件，但是你外靠看。都看不出来，来台湾你给拍落，服贸协议嘛，敢有台湾？规个文件内底拢无出现台湾两个字呢？啊，咱我要惊死，想要咱会惊，因为咱过去咱用吓惊、吓惊大汉的呀。那当作讲哦，这是咱台湾去跟因签的，唔是啊，唔是咱台湾去跟因签的，是两个协会去对签的。来，咱去看上下看，是这两个人去签的。啊，这两个人的签，因家要发要签安怎样？和咱什么关系？跟我们什么关系？因要黑箱、黄箱、白箱啊，会使？
是他们家去签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去邀请大家赶紧加入台湾民政府，把台湾民政府的消息传给大家，本土台湾人去了解这些事情，赶紧我们要脱离这个制度，我们不要在这个制度里面滚架啦。因为我们在这个制度里面，我们去投票就是在跟全世界说，哦，我支持，我投票，我参加这个选举，我支持这个流氓政权继续跟我统治啊。我们说政治联合就是这个东西啊，啊你怎么控制他，他就怎么点点他，你控制他的意啊。啊我抓你的人啊，我也跟你说啊，无论你学生什么人啊，我跟你抓起来啊，啊你控制，你继续你控制啊，我也照你领我的薪水啊。这就是政治联合，因为我们在这个体制来啊。我今天要求大家办身份证，就是把大家为这个体制里面把身份切割出来。你不是中华民国人，哦，你不是中华民国人，你是本土台湾人，是这个用意啊。啊，所以这个东西你来看，这两个协会呢，基金会签的呢，这两个协会基金会是跟台湾什么关系？当然啦，有关系啦。这两个协会跟基金会，伊跟台湾的这些政商关系很强、很强而有力的结合在一起啊。他对这些政商界是有影响力的，这部分是有关系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啦。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我咱的立场要怎样？咱是安怎要？咱咧反对是咧反对什么话啊？因为伊个咱代表台湾呐，伊个咱代表全台湾2300万人，袂使啊。安尼伊咧签呐，伊签的是签名岛的代志啊，那会当卖承认吗？同款呐。美牛迄时阵无咧动，讲哦有毒啊，看媒体报告讲哦咧动动。用在操作民意啊！美牛一百几百，啊！你敢一定爱食？你敢一定爱食？啊！在地生产的有毒的冷，跟你讲有毒，啊！大家一起买。这些物件是咱家己决定出来的，咱台湾人民家己去决定出来的。咱若对这个代志若无要紧，就安尼，就无要紧。我嘛足钦佩去冲去弄去抗议这个人，我嘛足钦佩啦。但是咱找唔到对象，咱方向唔对啊！咱今仔日有一个国际法，先咱去过美国，因为美国较是遮主管者啦，啊，遮看门狗，咱遮看门狗伫遮咧，甲咱教遮个，咱讲人民素遮个会，啊，咱拢伫遮咧抗议无效啊，所以咱来找迄个问题的根源啊，这个关掉。我们看一下那个。他的劝句啊，这影片请大家注意看啊。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backed deck of cards. 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Okay,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 this card here. Okay. 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 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Your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backs. And that is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大家有看到什么东西的色要变过吗？有。什么会有没有扑克牌的颜色嘛，对不对？被换过去了嘛，本来是全部都红色的，结果他抽起来那张没有变，其他的都换成蓝色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东西颜色被变了？有没有有人观察到衣服还有吗？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把它看完。
一共有四个所在，四个地方的颜色被变化。一开始是这样的，大家有发现吗？他说从侧拍去看这个魔术的变化。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backed deck of cards. 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Right. Okay.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 this card here. Okay.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 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And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With a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backs. And that is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这样知道发生什么事啊？整个媒体都在做这些事情。媒体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支镜头给我们看到的，它永远锁在那个扑克牌的焦点。你没有注意哈，你永远看不到后面换了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后边拢在换物件，但是你看袂到嘛，因为镜头无翕到遐，无翕到遐焦点嘛。今日中华民国伊即摆咧做代志嘛是安尼，拢互咱看咱伊爱互咱看的，但是后边咧做啥物？乌龙蛇道咧做啥物？有诶无诶？咱根本都毋知啊。媒体就是安尼，即卖台湾的媒体无正常啊。伊咧暗藏一寡事实啦，无爱互台湾人醒起来。台湾人即卖唯一诶窗口就是网络，去外国较看会着，连去外国英文较好诶，看外国诶新闻会较客观啊。啊，无咱看过拢是中文世界的媒体，中文世界的讯息啊。我们永远不知道外界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统治者就不希望我们醒过来嘛？因为我们就是躺在那个病房里面的植物人呢、啊。恒温26度有什么不好？你干嘛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再打一支麻醉剂，你再躺下去。因为你继续躺着，你的家人就会缴钱给我照顾你。啊，我们就是那一群不知道外面世界的人。媒体的封锁非常厉害，我蛮期待去，可以让帮咱大家打开一些视野，去看媒体，你也知讲，哎，原来有一挂代志是安尼咧发生的哦，咱根本都唔知，咱不用趁钱，不用趁钱哦。有人问我讲，啊，你无来无钱，找一个好头路就好啊，你趁食啊，纳税金 ，shopping， 过生活就好，安尼足快乐的唔是吗？吃吃喝足快乐的唔是吗？唔足好的吗？咱若是干那安尼尔。无采做人嘛，对不对？无采做人啊！咱活伫这土地，咱会当真做一个台湾人，咱就是有迄个能力改变咱台湾的社会。咱唔只是真做一个台湾人，应该有的本分。希望大家唤起亲人朋友，赶紧觉醒，来帮助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多谢。